上次用地雷音调里个小日子，进门之后我才发现，哦，这家伙居然藏了一箱柚饼。不过就当我准备搬箱撤离的时候，这一家人直接炸掉我下楼的梯子，而且还在树林里堵我。不过问题不大呀，反手拿上他家的 RPG 直接干掉。主要是我这两包柚饼太值钱啊，没办法，只能先行撤离。第二天本想着偷偷溜过去再发点小财，结果我是万万没想到呀，小日子家被炸没了。这是哪位好心人干的好事啊，这下没得玩了。哎，拿上我的柚饼直接去嚣张，一路畅通无阻。但是就当我快到安全区的时候，这个车居然没油了，只能下车推着走。看着过往的玩家，感觉好丢人啊。不过想想车里这两包柚饼也算是有点安慰，终于到了，直接嚣张12.6万，嘿嘿，小赚一波。然后去修车部消费两桶汽油，给我的小车直接满上，剩下加不完的洗个车。OK， 回家。我操，啥情况呀？哪来的爆炸声啊？估计是地堡里有人。不对，这地堡离我家又不远，可千万别发现我的小屋啊！赶紧过去看看。观察了一圈啊，我发现这声音不是从地堡里传出来的，而是在我家的方向。完了完了，赶紧过去看看。就在我循着声音过去之后，我发现居然有两个人在拆我家，这我哪能忍？打掉一个之后，另一个也不知道躲哪去了。但是我这个家已经报废了，越想越气，这个仇我必须得报，找他。结果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这家伙直接开车跑了，拆完我家就想跑，门都没有，追。没子弹了，那我就撞死。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，这家伙直接把他开回了家，而我呢被一顿火力压制。不行不行，赶紧撤离。问题不大呀，虽然没能弄死他，但至少让我发现了他家。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我就不信你们不出这个大门。3天3夜，怎么还不出门？得亏我准备的15多啊！和你们慢慢耗，我就不信。嘿嘿，开门了！这一下还出来2台车，看这架势，该不会是出去抄别人家吧？自身都难保了，还敢往外跑？OK。走远了，溜过去看看。这个家前面没什么陷阱，但是这个门是个金锁，估计还不止这一把，有点难搞。绕到后面看看。这下面是不是能挤进去啊？我操，还真可以。以防万一啊，先扔个手雷，试试这家里有没有人。一点动静都没有，那肯定是没人在家。摸进去看看。刚进来我就发现个牌子，又是群小日子，而且还是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小日子。家里有2台车，肥的压皮。大门下面还发现3个陷阱，先把陷阱拆了。反手再一个机会。OK， 去家里看看。是个金锁，问题不大。搞定，进去看看。这么大的餐桌，锅碗瓢盆样样齐全，这家人肯定不少。
旁边的房间里可以看到4张复活床，领地旗和物资柜也在这里。不着急啊，先在门口装一个地雷，以防万一。OK， 上楼看看。二楼应该就是个工作间，从这个二楼的楼梯上阁楼，里面有2张复活床，直接拆掉。这旁边还有个箱子，咱先不管它里面有啥呀，反手给它刚走。我操，有车子！不是吧，这小子是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不过问题不大呀，门口我装了地雷。开门了，没想到吧，赶紧去把一楼的复活床也拆了，这房间开锁是肯定来不及了，直接撒天天。搞定，拆床。 OK， 不出意外的话这个家暂时是安全的，直接开柜子。我操，又有巧货，这又来小日子了。不行不行，赶紧换个地方，这个家只有一个入口，只要架好门口他根本进不来。来了来了，门开了。怎么不进来？该不会地雷被发现了吧？真被发现了，问题不大，直接上二楼。嘿嘿，看到你了。这枪口怎么撞墙了呀？关键时刻掉链子，还让这家伙跑进哨塔里了，这就难搞了呀。现在他架着门口，我根本出不去，拖到他队友回来的话我肯定完犊子。这里可以出去，应该是我炸一楼的时候一起掉了，有办法了，先到一楼把门关上。火力这么猛，让他以为我还在家，然后再从二楼的缺口处摸出去。嘿嘿，这家伙还在哨塔上架我，先不打他呀，我直接翻出去，悄悄溜到大门口。这家伙以为我还在房子里，我必须给他来点惊喜，直接安上2个TNT。搞定，既然你们拆了我的小屋啊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你们家也别想要了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先把他家的箱子刚走，然后拿上我的 RPG。 为了再次感谢你们拆了我的小屋啊，略表敬意，这是上次在迷宫小获的2包 C4， 全部送到你家里。OK， 完美撤离。